慈济在全甲共有13个环保站，环保志工人数约200人，银发族占当中70%，过半者都患有三高：高血压、糖尿病、胆固醇、血浓、腰子病。有，我三高咯。吃药啊，有时会忘记，真的匆匆忙忙哦，睡吃啊，起来出来啊，就是没有吃的。德荣师姐有来吗？洗手环保站和埃及的环保教育站先后增设血压测量服务，不但关心环保志工的健康，也关怀他们的生活境况，以行动实践法清关怀。我们没有因缘时间哦，到他们一家一家去做法清关怀，但是这个时候是给我最好的时间，多关怀这些老菩萨的健康，连第二心灵，照顾他们的健康，因为有了健康，我们才可以去做环保啊。那比如说，我们也记录，我们看啊，它上面上。昨天是很好，今天突然间降高，所以我们有提到那边，就是血压高的就一天吃一粒胆固醇没有哈。血压测量服务实行至今，大家都感受到志工的付出，赞誉有加，希望可以长期进行。好，很好的，因为提醒他们嘛。好处是跟他们通知，他们是血压高了。做环保菩萨都是上的年纪啊，如果可以啊，就是每一个月都要。要验一次，哇，很高啊！爱护银发环保志工为他们的健康把关。大爱新闻，李彩晶、钟建明、马六甲报道。